烹羊遭放。民国年间，在西安有一富贵人家，这家主人周先生已年近40岁了，都还没有一个儿子。哇，这户人家可真有钱啊！瞧这间大宅子多漂亮。富贵有钱又有什么用？这家的主人周先生都快40岁了，都还没有儿子，再多的家产也没有人来继承。你说的也是。祈求菩萨保佑我早日生个儿子吧，求菩萨保佑。哎，夫人，你也不必太着急。我想只要夫人您心怀慈悲，多多护生放生，菩萨一定会保佑您生个儿子的。心怀慈悲，多多放生。从此以后，周夫人便积德行善，常勤放生护生的善举。经过一段日子的行善放生后，周夫人果然怀孕了。什么？你有身孕了？是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周夫人果真为周先生生了一个儿子。生了，生了。恭喜先生，恭喜先生，夫人生了个儿子。儿子？我有儿子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。转眼间，周先生的儿子满月了，周先生便设宴款待亲朋好友，请大家来沾沾喜气。哇，这么热闹，周先生家是有什么喜事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，周先生的儿子今天满月，周先生在为他儿子办满月酒呢。啊，周先生有儿子了？怎么，你难道没听说？我听别人说，周夫人每天行善放生，结果感动了菩萨，让她有了个儿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周先生，恭喜恭喜呀。哈哈，老刘，你来了，快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老周，恭喜你啊。哈哈哈哈，谢谢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今天来的客人真多，你们一定要多准备一些菜，办得丰盛一点。先生，你就放心吧，今天我们买了20几只鸡，绝对够的。先生，先生，家里准备的羊肉不够了。什么？羊肉不够？是啊。这是怎么搞的？羊肉汤一定要做，夫人今天还说想喝羊肉汤呢。那怎么办啊？对了，家里不是养了几只羊吗？就杀一只来炖汤好了。周先生带着屠夫来到了自家的羊舍。就杀这只羊好了，你赶快把它给宰了吧。好。先生，这只母羊怎么还在喂养小羊啊？是啊，前些日子他刚生了只小羊，怎么了？你快把他抓出来杀了，好款待亲友啊。快杀羊啊，大家都还等着喝羊汤呢。好吧。快点啊，快下手啊。这只母羊屡屡向屠夫作势下跪，似乎在哀求屠夫能饶他一命。快点啊，你在干什么？虽然母羊屡次向屠夫下跪求生，但屠夫还是没有理他。回到厨房后，大厨便将羊肉放进大锅里烹煮。
这时候刚好周夫人带着孩子去看烹煮的情况。哎呀，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羊汤煮好了没有。已经在煮了，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吃了。羊汤这不是烧开了吗？就在周夫人抱着孩子探身查看大锅的羊汤时，锅子却突然沸腾，直溅周夫人脖子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夫人，先生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快醒醒啊！儿子，我的儿子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牧羊莲子，这跟先生疼爱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区别？周先生不该杀了这只母羊啊。是啊，行善事得善果，行恶事必得恶报啊。这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周夫人和刚满月的儿子当场丧命，周先生家的喜事转眼间竟成了丧事。哎，这都是报应啊。周夫人行善放生才生了个儿子，只因杀心又起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是啊，放生不生，贵在坚持，这样才能修得圆满善果。
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